好，这边看到的是命狗大队的选手是日坠 II， 然后日坠二跟我命大。看一下七剑的部分，七剑的部分是一个 OC 六，那也是全搭配技能，就是有一个量子化，真没有量子化，哦，这没有，哦是哦是 OOR 跟那个 OOR 跟 OOP 才会，讲错，因为看到后面在喷光，对，那是 GN 粒子。好，这边就是大家期待的选手，另外一边的，就是哦，这不是海线大。等他们选手进房，他们现在还在做准备。像是有人来乱吗？嗯，好像是哎。好，这个就是海线大的选手，海线大的重武装改良型，叫做暗杀者闪刃。那他的是防御看起来应该是三、啊，不是，这是月影风华，看错、嗯。然后他选用的是重装，对，搭配里面无尽华尔兹的机体。哦，这不就是爆伤女妖吗？那有爆伤女妖。好，他的机台不是这一只哦，他可能平常在线上玩的时候是用爆伤哦，他要换一下他的比赛报名机台，耶、yeah.。怎么还是这一只嘞？他可能是觉得爆伤很帅，给大家看一下上电视。好，他选不到他的选手。好了，好 B 二 B2AB 暴风钢弹。那昨天也是有一台 AB 表现非常棒哦，就是指昨天的冠军选手。好，比赛准备开始哦。啊，我们蓝队的部分是吃我的海线大拉开的机体分别是 B2AB 钢弹跟重武装钢弹改良型 EW。那另外一边是命狗大队的，是开的是 OO 七剑跟萨迪利。好，大家那么期待这场比赛，看一下这名选手可以带给什么样的惊奇哦！吃我的海鲜大啦，这是也是非常特别的那个。到底吃我的海鲜大是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好吧，那我也不想，我觉得我还是不要知道好了。现在比赛现在开始，那肩包什么一直开始走用拉锯战吧。现在先想办法消对方血，再做近战的攻击。这边是我的海鲜大大的重武装钢弹，看他的机体就知道。重武装哦，那两个那个，他是想要把那个配色配成那个 TV 版的颜色，可是颜色好像有点偏橘而已，或许他喜欢橘色。对，我是觉得还可以，也不错看，毕竟我也蛮喜欢重武装。个人眼光，个人眼光，对对对对，是非常主观。好，看一下 B2 的表现。现在是五分对五分，那剩下的血量其实也差不多，呈现一个平手的情况。然后我命大是没有血，躲在柱子后面，命很大吗？刚七剑好像用了海市蜃楼这一招去贴近 B 2 A B。哇，我命大那命很大，剩一点点血还是打掉了月影风华重装这边了。所以 ID 真的有差了。ID， 那我要改一下那个我命超大。那他用一条血换了两条机台，两只机台，在分数上也取得了优势哦，15-5。嗯，那现在目前是命狗大队这边是取得了领先。重点是他还没爆哦，我命大还没爆。七剑抓大绝没抓到。对，他的大绝是一个落空。对，刚刚扑了个空，有点小可惜。七剑大腿很帅，还没死。我命大，命真的很大，他还没有死，他 hold 住了。队友已经趴两次了，我请他，然后他就继续。七剑来帮忙啊！好，
看一下他怎么躲，又爆了，然后开一个瞬间移动，他又爆了重装。哦，没有，他刚刚是爆掉那个。B 2 A B 吗 ？B 2 嗯，错了。嗯哼，哇，那他一条命活到现在是怎样？我记得我们昨天比赛 S A O 冠军 G B 就是 B 2 A B 跟 G B 比赛嘛。对 ，G B 的。所以大家对 B 2 A B 的印象应该也是蛮好的。哦，但是这边重装一个双杀哦，马上拿到十分在手上，所以他血量也不太够。好，现在比数追回了平手。重装刚刚有一个不错的表现，重装开铁壁了，但他五分可能会掉，可能尽量再追一点血量回来，等一下比较好追。扫射的同时，有没有扫到？扫射同时 ，A B 这边也在进行一个攻击，但是好像柱子躲得蛮好的，都没有扣什么血。那在看到你把招都放完之后，命狗大队这边也开始追人了。嗯，好，先把月影给杀了，然后再两个围一个。啊，这边中了大卷，我命大还不错。是玩家上面有说到，我命大也是巴哈里面的名人。那看来应该也有他的粉丝或是应援团之类的，当然当我命大加油。那目前我命大这边也是在处局的领先嘛。原来如此，所以玩家一直说可以播这一场嘛。应该是平常在线上的一些操控技巧受到玩家喜爱，但是这边连续被一个，应该后面有一个刚刚好，没烦恼，瞬间扣的血量比较多、哦，那比数30-30，但是12秒内可以抓一只吗？现在就看最后的10秒要抓掉，其实两个合起来攻一只，攻看哦，看可以怎么抢个5分，但是 B 2也放了大绝，所以现在是无敌的状态，没有人死，平手。哇 ，B 二这个大绝也交得漂亮，对，强制无敌嘛。然后没有想到在32强赛就出现平手的情况、嗯，看来昨天大家还是有做功课、啊，真的是看过昨天冠军赛就知道了，四连发的平手、啊、真的很刺激耶。好，而且那个冠军队伍在总决赛，应该是说前三名在总决赛会登场，所以一些已经晋级的选手应该会是在线上频道看这些其他选手的表现。嗯。好，来看一下巴哈鸣人，我命大这场，这里一样有精彩的表现。那这边是四只机体站得相近，马上做一个交火。那重装，哇，我命大这场命不就我觉得应该也是被针对性的，对，应该是两只先把它打爆了。那现在又是一个2-1，所以很快的又打了。哦，为了要救场。然后我命大一复活之后就出来到了战场支援哦，那有发挥他的效果在，又抓到了5分。目前比数是10-5。哦，日最刚那个控机体还蛮漂亮，他在那边飞翔的感觉。欧奇的原地机。看他在飞行，感觉就很流畅。好，地图炮抓到暗杀了。看一下血量应该不够，那转过来看一下重装，重装刀接，重装剩一个人，接到了，一个人，快逃！好，现在分数处于落后，那又是一个人在场上，就是先等一下，等队友复活再来跟你打。但是七剑说
你要跑去哪？哦，七剑刚好被另外一个玩家抓到了。好，那七剑想要一个绕背哦，但是复活的绕到一半被 AB 抓到了，复活的 AB 马上就抓了七剑了，把杀之后，你再看一下场上的话，哇 ，AB 这边走位枪漂亮，但是但没有有效的砍到火命大。那我们那的萨蒂防御也蛮高的，所谓的青椒，萨蒂青椒，对，它的合起来之后很像青椒，玩家不要为它亲切的一个昵称青椒。那通常是在吃咸酥鸡的时候会看到。你喜欢吃青椒吗？我是大比小青，你不敢吃就对，我是 OK 啊 ，OK， 我其实我也 OK。那个。海鲜这边也说 OK 啊，青椒好吃，我命大。好，看一下七剑，好没有血，没有血。因为我发现，是我海鲜大拉这一队其实很难把分数一直拉完，因为我觉得我命大的跟他们这一队其实默契配合蛮不错的。因为我觉得实际比赛状况就是这样，除了临机随机应变之外，还要一点运气，还要需要点默契。好，这边一个红闪，分数现在已经慢慢搭上去了，那由我命大侦探以45分做领先，那时间还剩下1分钟左右，等于说四支满血，但差距是来到10分哦，时间剩1分钟，需要一个2连杀才有办法追成平手，嗯，而且你要确保自己也没有损血，嗯哼。但七剑好像也是在找机会去准备近战的攻击，那青椒也是先用浮游炮去消对方的血吧。青椒是怕 AB， 他们两个防御都有一定的防御。好 ，AB 好像对着青椒做一个攻击哦，先把他抓掉吗？没有死。大地力发了大绝，哇！分数已经拉了55比35了，那时间也剩下10秒。可惜，这个海线这边其实机体的属性比较有利的，都有一个相克对手的机台可以做攻击，但是这场比赛最后是落败55比35。那由我们红队的命狗大队取得1分，去获得了第一首胜。好，第三场比赛开始，现在比数是1比0。这个是昨天有出现过，就是要抢三头，抢三头，所以两边赶快一人在一边哦，也是往上爬。嗯哼，现在是七剑在，队友嘞，哦，文明大是在轨道上面，道上，哎呀，撞到太空梭了，然后它是一个扑击，会撞太空梭会稍微会被太空梭带到外面去，停顿一下，但是不会扣血，不会不会。然后这边有点建筑物挡到视角，切过来七剑这边，现在还是努力在往上爬，但是他血不够了，对，一直被 B 对 AB 扫，然后赶快就把骨后退，但是还是难逃一死。
好，绕单的用武装钢弹吗？没有，是那个送沙比利。他现在就是用地图炮在扫，但是好像发了个空。然后目前是10-10，但是中庄是一个人在场上，是 AD， 哦又爆了，哦，抓到了，抓到了中庄，尤其是七剑跟那个。沙地利这边其实我觉得也配合的蛮好的，一剑会在旁边等沙地利把大绝发完，然后会做一个准备补刀的动作。一剑刚好躲在那个洞里面，巧妙性的躲在某个洞里面，到了，尴尬。但是要用一个阿后光盾挡那个火车。太空手应该不能挡吧？好，只有超人会做这种事，就是挡火车。挡火车，蜘蛛人也会啊。蜘蛛人也会是？对对对对对对。哦，找到了、哦。你看这样冲出去，不知道冲去哪。他直接把你带到这边来，然后丢到水里面去。不是，那他车子要开去哪？异次元空间吧。對，这次就撞得比较远，直接撞到最后面啦、啊，有点危险。还有气吗？凹一下，凹一下，还在飞。哎呀，感觉有点亏啊！我觉得啊，他在跳，然后跳出来，头露出来就被打，头露出来就被打。不跳水里面去。大家不约而同都往下降哦，在水里面打了起来。哇 ，B 二想说不跟你们玩了，就飞出来。看一下还有没有人在水里？大家都出来。也许在水里面的时候，你的整个机体的敏捷会变得比较慢，有阻力嘛，所以其实，在水里就是要看情况，在水里面，但平常都是几乎都是比较喜欢在户外。了解。哎，刚刚七剑用了一个地图炮，有没有扫到？扫不到，哎，扫不到没关系，萨弟弟接了一个大绝。有点热闹，而且这个场地也太多交通工具了，因为有比较忙一点。现在比数25-25，但是有三个机台是没有血的，时间只剩下1分钟，要赶快去做应战吗？因为你死了还复活之后，其实不会亏很多，因为赶快再砍掉对手就好了。但你如果血剩一点点，最后几十秒才爆掉，可能就会输掉比赛。这边还是要赶快交战。时间上面只剩下40秒，那目前是命大先大拉这边，命大跟重装都没血哦，应该是要先把重装给抓掉，不然比赛就要输了。重装血在很少都开的铁壁又真的很硬啊，不好解决。13秒。但是好像都没有人被击倒，有击倒了，这是逆转胜吗？好漂亮，瞬间抓掉10分，但是龟缩。好，因为对手也在等待复活，最后就靠着漂亮的击杀，取得了这场胜利。那米狗大队就顺利的取得了胜利。哇，眼看那个海线要拿到一胜哦，但是最后居然最后关头好像应该是准星都瞄不到对手，因为他是一个纵轴一个逆轴的对抗，但是都没有瞄到对手，然后被一个集火反而造成一个双杀。然后那恭喜日追二跟我命大所组成的命狗大队晋级到第二轮的赛事，真的命蛮大的哦，这命真的很大，这不止命大，还演出逆转秀，蛮帅的。